1945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香港经历了3年8个月的战火游论，经济萧条，民生困苦，工人子弟的失学情况极为严重。20多个工会有见及此，在1946年联合组成了港九劳工教育促进会，简称劳教会，开办了湾仔劳工子弟学校。由于一所劳工子弟学校远远未能够满足当时工人子弟读书的需求，为了扩展服务，劳校在1947年1月和1948年9月先后举办了2次卖花筹款，总共筹得港币12万，这个在当时香港的福利筹款史上面是罕见的。直到1949年，劳校开办了12所劳校和4所工人夜校，但是在1949年5月，港英政府企图解散劳校，劳校于是开展了护校运动，并且得到社会人士的支持，保留了5所劳校。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作为爱国学校的劳校依然未能够得到港英政府的合理对待。1950年，教育当局将旺角劳校在弥敦道的校舍交还业主，学生面临没有校舍而失学，怎算好呢？经历了重重困难，最终劳教会成功争取拨地，在何文田建新校舍，亦即是现时浪志中学的位置。为了新建校舍，劳教会发动了建校卖花筹款，是香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筹款活动，接近100万市民热烈捐款支持，总共筹得了28万元，这个是香港卖花筹款的新纪录。同年12月，旺角劳工子弟学校正式动工兴建。1951年4月29日，旺角劳校校舍终于落成，劳校的发展正式走上一个新的里程。此外，为了增设学额以满足大量工人子弟的需要，在50年代劳校先后2次扩建，社会各界亦都积极筹款支持劳校经费，有了自建校舍，劳校学生人数不断增加。去到1959年，劳校共有5所日校、5所夜校，学生人数合共5000多人。60年代，香港社会逐渐发生了变化，对青少年文化水平的要求亦都有所提高。劳校在1961年9月开始创办初中课程，按照当时实际情况，工人子弟读完初中课程都是以就业为主，所以在教育内容上面，除了提高学科水平之外，还增加了各种实用课程，例如车床打磨、电工、车缝、保记等等，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态度，令到毕业生能够胜任工作的要求，在社会不同的岗位上面作出贡献。到了70年代中期，香港教育渐趋普及，因此劳校在1975年进一步开办高中课程，培养各类型的专才。去到1980年，更加开始参加中学会考，取得优异成绩，整体的合格率超过80%，其后又提升到90%以上，远远超过香港的整体合格率。多位同学亦都考获7优或者以上的佳绩添。进入80年代，劳校又面临新的形势。劳校早期的校舍和设备都是为小学课程而设计，在开办中学课程之后，未能够符合教育发展，所以有必要提升各项的教学设施。80年代初期，劳校便开始重新改建校舍，为此进行了历来规模最大的建校筹款活动。这次筹款由香港工会联合会牵头，在各业工会、工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合力支持下，在2年时间里面，
籌得所需的3700萬元，解決了改建校舍的資金問題。由1981年開始去到1985年，路校完成了全部改建工程。在5190平方米的土地上面，建造了連地庫車庫在內的8層校舍，包括40多間課室，可以容納1000人的大禮堂，2個露天球場和1個羽操場，還有各種不同用途的專室，學生的活動空間增加了很多，各類型的課外活動也都相繼開展。這些特別室的設置，使到老師和同學有空間和時間進行相互溝通，不僅加強了學校和學生的相互認識和了解，還可以在中午和大息時間提供一些副教育性的資訊節目，豐富了學生的學習生活。為了集中資源辦好勞校，在1982年勞校日校整合為旺角勞工子弟學校，而夜校則整合為旺角工人夜校。旺角工人夜校其後在1987年改名為香港專業進修學校，為香港專上教育的發展作出貢獻。同年學校更加開辦了幼稚園，隨後中學部分別開辦了1年制和2年制的預科課程，剛開始成績飆炳。這個時候勞校已經發展成一間由幼稚園至到中學的一條龍學校。經過多年的爭取，踏入90年代，勞校中學部在1991年9月起參與直接資助計劃，困擾多年的經費問題得以解決。雖然幼稚園在1995年停辦，但是小學部在2000年獲得教育局批准，在壽茂坪建立一間千禧校舍，命名為壽明小學。壽明小學屬於津貼小學，為地區人士的子弟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。進入21世紀，勞校不斷發展，為使到名實相符，旺角勞工子弟學校在2005年9月1日起改名為勞工子弟中學。勞校為了提供更舒適的學習場所給學生，不斷改善學校設施，包括重鋪籃球場、雨天操場增設儲物櫃、學園電視、裝修飯堂和小賣部、禮堂裝置投影機、重鋪地板等等。而為了配合新學制課程的要求，學生上課不再局限於在課室，例如中文科開設新聞與報導單元，讓學生嘗試當記者訪問校內外的新聞人物。數學科走向大自然，和野外定向活動組籌辦活動，增加學習趣味。通識科舉辦實地考察，走到不同的地方了解香港社會。此外，為了加強學生的中英語文能力，勞校推行語言教學微調，和中文科推行普通話授課。教學方面，鼓勵教師專業交流，提升教學效能。學校教育的成功離不開家長、教師、校友和社會人士的大力支持，而勞校的家教會、校友會、高齡教工聯誼會和由社會人士支持而成立的創資教育基金，正正是對勞校的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。隨著社會的發展，今日的勞校學生結構已經有所變化，不再全部都是勞工子弟。勞校教育機構廣納群議，希望更好地為各階層的青少年提供優質教育，決定更換校名，由2018年9月1日起正式改名為創資中學 Scientia Secondary School。創資含有勞動創造世界，知識就是力量的意義，符合世界發展潮流，推動改革創新，對青少年有著鼓舞和激勵的作用。
七十几年嚟，老校办学与时俱进，从无到有，从小变大，目标就是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，为提升年青人的学养，为祖国和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贡献。今后创知中学将在原有的基础上面继续向前发展，发光发热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教事业育英才，创知迈向新时代。